天高海阔，张修杰。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图片就是莲花，莲花池底下有锦鲤。呃，莲花一般在夏天开，现在呢基本上是莲花池最淡的时候，所以这是过去的照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今天我们又要来聊聊有关川普在二零二四大选的选情了。应该说，最近川普好消息不断，除了在党内的初选当中，川普现在看起来可以说几乎肯定他是会成为二零二四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外呢，影响川普在二零二四胜选的很多因素，特别是他那些司法案件，也正在朝有利于川普的方向发展。那么， 川普在二零二四面临的司法诉讼，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最严重的就是有关乔治亚州川普干预选举结果的一个诉讼。川普打电话给周务清、拉芬斯伯格，拉芬斯伯格呢，恰恰是川普的敌人，所以把川普这个电话呢公布之后，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人就找到了阻止川普选举的一个最有力的诉讼，这就是说他干预乔治亚州的选举。但是呢，之前我们讲过，现在。 这次案件的检察官威利斯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司法麻烦。那么，威利斯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在川普团队对他的诉讼当中失去了检察官的资格呢？这个新闻有了最新的发展。审理威利斯案件的这个富尔顿高级法院的法官呢，叫麦卡菲。麦卡菲在昨天呢就指出说，审理威利斯这个案件的日期不变，就是在二月十五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将会审理。 如果发现威利斯真是有违背所谓的一些法律的行为，或者违背一些规则的行为的话呢，那么威利斯很可能会丧失推翻选举结果案的诉讼资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因为首先威利斯在这起案件被川普的团队提出这个诉讼以后呢，威利斯一直想在。 这个富尔顿的高级法院通过他的一些主张呢，让这个案件被撤。但是法官现在这样讲呢，给出了两个信息：第一，这个案件不会撤，会如期在二月十五号审理；第二，如果审理过程当中发现现在所诉讼的事实是真的话，威利斯很可能会丧失这次起诉川普这个检察官的职位。二零二三年的八月，川普。 包括十八名川普的这个竞选团队或者他的私人律师呢，成为了威利斯诉讼的对象。这个罪名是什么？当时威利斯用这个法律来起诉川普，本身在美国的司法界就有非常大的争议。这条法律是《勒索及贪污组织犯罪法》，这是过去美国拿来对付黑手党这条法律。威利斯真是一个司法大才。 他在所有的法律当中去翻，要起诉川普在乔治亚州选举投票过后打电话给拉芬斯伯格，用这个罪名是什么呢？他翻了半天，翻出了这个勒索及贪污组织犯罪法。威利斯在这个地方检察官的这个位置对川普的起诉呢，其实未来川普要被定罪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司法程序。但是如果威利斯起诉川普，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川普污名化。所以威利斯不管未来。 真是能不能把川普送进监狱？他先用这这个相关的法律，把川普整个团队当成一个黑社会组织来起诉，因为这个川普的团队当中有三个川普的私人律师变成了检方的证人，所以过去我一直说呢，这个案件对于川普来说是最危险的。但是川普团队当中呢，有一个他的过去的竞选团队的成员叫罗曼。 罗曼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就向法院提出了一个主张，说他说威利斯与这个韦德有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韦德是威利斯手下的一个检察官，他也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当然，这个特别检察官跟联邦的那个特别检察官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薪水特别高。不到两年的时间，威利斯用了六十五万来聘请这个韦德加入他的调查团队来起诉川普。 如果是仅仅是六十五万，或许你还可以说，我就认为这个检察官他值这个薪水，所以呢，我就拿六十五万来聘请他。但是问题是啊，这个韦德恰恰跟这个威利斯的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私情，所以说呢，罗曼向法院提出他的司法诉讼，要求撤销起诉的罪名，并且撤销威利斯的起诉资格。 罗曼要求发出传票传唤这个威利斯作证。我们知道，在法庭上啊，被传唤作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比如说法官同意要传唤威利斯作证，那么法官在法庭上，或者是罗曼在法庭上，他的代理律师就可以不断的向威利斯提出很多犀利的问题。威利斯如果在回答过程当中，为了掩饰自己的一些。 不道德的行为，讲了假话的话，那么威利斯会犯下更严重的刑事罪行。所以在法庭上，威利斯作为本身是检察官，你不要说他是不是司法大才，但是最起码他对法律是略知一二的。但是这种情况下，他在法庭讲假话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觉得非常小。所以说，威利斯第一个主张就是要要求法院驳回这个传票，但是呢，法院拒绝了威利斯的请求。所以在二月十五号开庭的时候，麦卡菲。 要求威利斯要到法庭上去作证。除此之外呢，还有罗曼还会找一些其他的相关这个案件的一些证人上去作证。那么，如果这些证据被法官认为确实显示了威利斯不但跟韦德两个人有私人关系，并且两个人有金钱利益关系的话，那么威利斯被撤除这个检察官这个职位的可能性呢，就相当高了。 威尼斯在法院的文件当中呢，他承认他跟这个韦德有私人关系，但是强调两个人的关系不足以成为丧失起诉资格的理由。我们看这位司法大才，他的概念是什么？作为一个检察官，作为一个维护社会正义的司法专业人员，他认为他跟韦德两个人不道德的男女私情，不影响他当检察官。那我就奇怪了，过去民主党一直攻击川普。 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统。之前没有这些刑事罪名起诉川普的时候，民主党人讲的最多就川普失德。比如说，现在还在起诉川普的，几十年前强奸了一个所谓的女作家，要川普赔八千多万美元这个案件。 这不是道德问题吗？因为在法庭当中，并没有说川普在刑事上犯了强奸案，但是川普在民事上犯了性侵的这个行为，所以川普要向这位所谓的女作家，为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一个现在没有办法被证明的所谓的性侵行为，要赔八千多万美元。很多人奇怪说，为什么赔八千多万美元？ 这个道理很简单，川普总共资产有多少呢？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川普要拿出这八千多万元的美金的现金来赔偿这位作家的话，川普还会有多少钱在二零二四选举当中能够支撑他的选举呢？大家不要以为一个人选总统。 只是从社会上或者从一些金主身上募款就可以支撑这次选举，你本人也要有相当雄厚的财力，才对你的选举会有利。所以这个八千多万的赔偿，不是为了给川普定一个刑事罪，是为了在资产上要打败川普，让川普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他二零二四总统选举。那么如果川普的。 道德问题，说川普失德就不适合当总统的话，威利斯的失德为什么可以当一个检察官呢？这就是民主党人在他们眼中司法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除了威利斯之外呢，韦德呢也在签署了一个宣誓书时候，他说他二零二二年出任这个特别检察官，和威利斯呢发展私人关系，但是两个人出游的时候呢，费用是均摊的。这里边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他确实跟威利斯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私情。 然后导致韦德个人离婚，再有呢，就是他们两个出游，曾经出游。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呢，这两个人到过中南美洲，到过其他一些地方游山玩水。这笔钱是费用是哪里来的呢？现在这个川普阵营指控，这是韦德在很多情况下帮这个威利斯付了他应该付的钱。 本来吧，情侣两个人出去旅行哪有分得这么清？虽然说美国的情侣经常 A A 制，但是那个情侣还是你的上司，你作为下属，作为男性，你会不会主动点付账呢？但是这个付账就很可能会要了威利斯的命，因为这个这么高的薪水，不到两年六十多万的薪水给了韦德，韦德反过来帮威利斯付某些账目的话，这里边就会有产生了一个利益冲突，所以说他们。 呃，这个韦德说他们两个人出游说呢，费用是均摊的。韦德讲完这番话，我个人认为他很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控罪。为什么呢？今天以美国的金融系统，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美国人，你在美国或者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你花过钱，这些痕迹全部都会留在银行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遮掩或者把它修改的，银行是不会配合你的。 好，你说你们两个人费用都是分摊的，这里边有两个情景，一个情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住宿还是吃饭，两个人各付各的信用卡，这叫费用分摊。再有一种呢，你先付，然后威利斯某年某月某日把钱还给了你，这也叫分摊。韦德必须在出庭作证的时候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如果说你之前帮威利斯付了账。 而后来，当川普的阵营向法院提出这个司法主张的时候，你再把钱从威利斯账号上拿回来，这就成了妨害司法，这就会面临更大的诉讼。如果说你根本连钱都没有拿回来，证明了你帮威利斯付了相当一部分钱的话，那么你同样在宣誓的情况下你撒谎。所以说，韦德接下来面临的这个局面可能会比威利斯呢更加麻烦。川普正因为罗曼上个礼拜向法院指出。 先前帮韦德打离婚官司的有个律师叫布拉德利，这个人呢将会出席庭审作证。韦德的韦德和这个威利斯的私情被他的太太掌握之后呢，他太太就提出了离婚诉讼，所以呢，这个布拉德利呢是帮韦德太太打这场离婚官司的。接下来，如果这个布拉德利出场的话，你觉得布拉德利会讲出什么？ 布拉德利一定是从他的委托人的手上，就是韦德的前妻手上拿到很多韦德跟威利斯不但有私情，他们两个还经常把双方的这个财务混在一起处理这种证据。如果是这个证据出现的话，那么不要说韦德，威利斯的检察官生涯呢也就基本到的这个终点了。所以说，布拉德利的证词呢将会戳穿韦德和威利斯的谎言。 罗曼委任的律师莫尔萨特呢，也将传唤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作证。好了，我们刚讲的是韦德和威利斯之间私情对威利斯未来在检察官这个职业上前途的影响，包括韦德。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传唤检察官办公室人员作证，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后面还有后续。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吗？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人的乔丹已经向威利斯发出了传票，因为在威利斯的检察官办公室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他检察官办公室有个职员呢，就扮演了一个吹哨人的角色，因为他之前呢看到了威利斯的检察官办公室把联邦拨给他们诉讼川普的费用拿去做了奢侈品的消费，这种奢侈品的消费，你认为威利斯不会成为一个受益者吗？我认为一定是，当这个人去。 劝检察官办公室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的回应是：“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好，我们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然后一个月之后，他就被炒掉了。所以这个人变成了一个吹哨人。国会众议院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现在国会众议院呢也向威利斯发出了传票，要他提供相关的资料。所以说，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如果在法庭上不但证明了威利斯跟韦德之间的私情，证明了他们两个人的财务经常是混为一谈，再证明了。 用来诉讼川普联邦所拨给的一些费用，拿来被他们作为一个奢侈品的消费，甚至威利斯和韦德两个人在旅游的时候又动用到这笔钱，那这个罪过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简单了。为了让川普被挡在二零二四总统大选的门外，可以说拜登政府利用他的行政资源向这个。 地区的检察官拨了大量的经费，这个经费拿来干什么？就是拿来起诉川普。如果这个经费被你拿去消费的话，被你拿来去买奢侈品的话，我想威利斯接下来的麻烦将会更大。所以，这对川普接下来在这个选举当中所面临的司法诉讼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帮助。 如果威利斯被取消了检察官资格的话，那么乔治亚州这个案件，我想如果再提起来的话，也就是二零二五年的事情了。还有就是，川普涉嫌推翻二零二零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相关的这个上诉呢，我们不是看到联邦的上诉法院不是裁定川普没有豁免权吗？看起来好像川普遭遇了一些失败，但是呢，我们说川普遭遇的这个司法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时间上的优势，何以见得呢？ 因为上诉法院在七号裁决之后呢，川普现在团队已经把这个相关的裁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大家要分清楚，川普这个司法动作跟之前我们讲的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那个议题是不一样的。首先，现在是地方法院判川普没有豁免权，上诉法院三个法官也判川普没有豁免权。川普正常可以在这个上诉法院再要求七位法官再审一次，但是现在川普团队还没有做这个动作，他直接到联邦最高法院申请。 申请什么呢？要把这三个法官所做出川普没有豁免权的这个裁决呢，把它给搁置，因为这个裁决会对川普二零二四的这个总统大选会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现在请求最高法院搁置这个裁决。最高法院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讲过了，最高法院最近对这个科罗拉多州在初选的选票上可不可以印川普的名字，最高法院的。 九位大法官进行了一个庭审，在庭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除了保守派大法官在质疑科州的这个做法之外呢，连自由派大法官、那些左派大法官也在质疑科州。所以，关于这个初选选票上能不能有川普的名字，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联邦最高法院会做出对川普有利的裁决。 而现在，川普的团队把这个联邦上诉法庭对川普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上诉了联邦最高法院呢？他不是针对这个裁决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是什么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给搁置了。根据《卫报》的报道，川普的辩护律师写了一份长达一百一十页的请愿书，要求搁置这个上诉法院的这个裁决。而川普的律师毫不掩饰地表示。 对所有的诉讼应对的策略就是寻求拖延，因为当川普拿到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个身份的时候，当他参与了美国这种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些对川普的诉讼呢将会被大大的这个延缓下来。接下来，川普如果是有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就可以寻求赦免，可以。 让司法部撤销指控等等，但是现在对于川普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消息。霍氏电视台报道，共和党弗吉尼亚州的总检察长莫里希现在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哈里斯过去中文媒体通常把他称之为贺锦丽。他给这个贺锦丽写封信，为什么呢？他要求贺锦丽引用第二十五宪法修正案，寻求将拜登免职。 美国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大家非常熟悉了，在川普任内就曾经民主党试图推动当时川普的内阁以及副总统彭斯利用这个修正案来罢免川普，而现在呢，共和党人用这个同样的策略来要求贺锦丽罢免拜登。拜登现在在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多次严重记忆缺失，这样的人还能当美国总统吗？ 莫里西说：“长期以来，美国人不得不看着他们的总统面临严重的认知衰退。拜登将世界领导人、政治人物混为一谈，在迷失方向的状态下徘徊在事件之外。就是拜登在处理政务时候完全不在状态。那么，所以呢，这位检察长、周检察长认为，拜登现在已经不具备当总统的这个能力，所以要求这个贺锦丽要用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罢免拜登。” 呃，贺锦丽会不会这样做呢？我认为肯定不会。为什么贺锦丽不会这样做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过了，贺锦丽现在如意算盘就是拜登先打败川普，当了总统之后，然后拜登再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不能履行总统的职务，贺锦丽就会变成美国第一任女性总统。但是我们看到共和党的州长之所以现在发出这封信，其实目的不是给贺锦丽写的，是给美国所有选民写的。 你们的总统现在已经是这个健康状态了，二零二四年你们还要投他一票吗？这对拜登的选情一定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